去兼顾啊。二姐母，哎呀，快起来，来，侍房坐下。看你身体单薄，食不顺意，却是为何？寡生女是小肚病，从外戚办事起，便去衙道是进了。师母，林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啊！哎呀呀，来迟了，来迟了！哎呀呀呀，老祖宗，我来迟了！坐在。乃今生所为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冯老师就是了啊！这是你灵儿嫂子，二嫂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好一个妹妹呀、啊！娘林姑娘带来的人休息去，是妈妈姑娘随我来。爹又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得有好事回来。是见过林姑娘。老娘，家里来了客人，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林妹妹，都起勇敢在人道上，到那头
哎呀，又要五十两，你何人见过啊？没没见过，看见面色，心里好叫神圣的一份。哦，好啊，这样嘛，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名官的儿女表示的不是不是妹妹你有女儿吗？我没有女你哪个女儿也是件喜欢之物岂能人人都有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效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这东西李长你生气啊有当哪人愿意我可去随你拿命根子哦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宝娘把她带上宝兄弟宝兄弟哎呀宝女啊你快带上宝女啊宝女啊宝女当时你第一次到快带上宝兄弟老太太不是长长这里吗这富贵家你就指望了这个命根子你舅舅耳朵里去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那怕什么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好啊原来你得了牙了被封为文氏母王了哎别人叫着你可不能叫为什么不能叫我偏要叫文氏母王再叫文氏母王文氏母王
去啊。宝经理，林妹妹，快过来，替宝经理敬个礼。宝经理，宝兄弟，林妹妹。太忙了，老太太请姨太太宝姑娘到里面去坐。啊，妹妹，请吧。姑娘，爷爷冷了，你回去吃药吧。你先回去吧。哦，你吃完药再回来吧。我姑娘家里啊，只有点利用财力的名门大族，就住在锦衣中大户。你看，可不像林姑娘那样。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禁书，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是一件稀罕的东西呢。莫什么王心事很畅呀，莫什么王心事很畅。哎，宝姐姐，听说你金书上面也有几个字，今天要让我赏钱赏钱。我没有什么好看的。嗯，宝姐姐，你看了我的，岂不不让人家看你的呢？不离不弃，方令勇气。这两句话真像五十一对呢。好香啊，宝姐姐，这什么香啊？哦，先是早吃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冷香丸那么好闻，这个意外尝尝吧。又闻到了，牙怎么能好吃的呢？嗯，这香气好闻嘞。哎，宝姐姐，我们来下棋好不好？好。
怀女有人找你，是老爷怀你。老爷叫我，既是老爷怀你，那就快去吧。哦，王爷，你忘记披风了。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娘娘吩咐，叫你五姐妹们搬到大观园中去住。大观园，你可要经我好好的读书，若不按命受计，就不饶你。牢牢记住。是。孙文勇，从小人字本也，是君不可以不忠，是父不可以不孝也。三纲五常乃人一生之大经，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此事故众人称孝子之门也。人家在哭闹，你问的笑你。
爷，你咋这不当这个读书的样子来呀、啊？我们的别人弟弟又要念经，苦得了你，快我不死了，你不犯罪呢？二爷。读书吧，看你捏成这个样子，来，什么？二姨，你上次叫我弄的书，我今天哪来了？在哪里？在这里。拿来我看。来，谁想起？对不对呀、啊？二姨，该上上我了吧？好，明天上你钓钱。谁没有见过钓钱呀？二姨，把这个象牙雕刻送给我吧。好，拿去，拿去。这些都可拿去啊，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也不准拿。拿来，喏。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嗯，今天我背地里偏要读太过伤快。天机有事，难得西厢奇妙事啊！先生身情心能是应应家，母应应身情更比当生痴。Ha!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些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嗯，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哎，好妹妹，见你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许小姐，好妹妹，真是好文章。Thank you.
生子儿子自己都会，谁有什么也不怕了。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二爷。夫妻子，一切有事天无路，难下泪滴难当路，此去永与疲倦东郊地。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
这怎么得了啊？哟、哦，与妻子交过朋友，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怎么不欢迎客人吗？妈，我一阵不该来了。不，宝弟弟，来来来，宝弟弟，请坐啊。你们刚才这样热闹，在谈江水什么嘞？宝姑娘，你好。他叫我喜子也叫起朋友来了。喜子，嗯，可怎么得了啊？宝弟弟，你不要听这些话。阿姨，什么事啊？阿姨，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要你去会客人，又是陪客。宝弟弟，你听我想想。老爷每逢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那是认识你的人才出众，人家娘母呢，才都想来见见你呢。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熟人罢了，配人家娘母吗？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领地，怎么不叫人娘母呢？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多民来往了。大姑娘，你听听。那哪有不牛做官人来往，吃上下不分，牛西子混在一起的道理？是啊，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宝兄弟，大爷脑子呀，他来劲，谁不想到？姐姐，老太太要往国白，真没神灵，你去往国白去吧。我难道是准备着往国白的吗？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心，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没有什么，时不早了。我该走了，宝姑娘再送一位去吧。宝兄弟，我走了啊。我送宝姑娘。宝姑娘，最好。宝姑娘，最好啊。宝姑娘，这是心里话哪有话呀？今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我至于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哎，想不到归国之中也会损上了这种风气。哎呀，自信光。
众人请王府有一喜子，名叫齐贵，乃是我王爷心爱的，是今多时不见为妻。传说齐贵与琳琅宝玉相交甚厚，竟是道这夫妻也是琳琅的知音，故自己老先生专指琳琅，请将齐贵放回，一直可为王爷红恳之意，儿子嘛，以免下官举密自空。来人啊，唤宝玉来。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孩子，这个叫我不退失去了。儿子管教他，言为的是永中要做，老太太是这话，
做儿子是我担当得起。呸！我只讲了一句话，你就敬酒不起。你那样的棍子，难道保牛就敬酒得起了吗？老祖宗，保牛，保牛啊，你这不雅好不争气的身子哦。晚上把这药用酒拧开替他补上，把雨水捏都散开就好了。嗯，好，多谢宝宝这些。哎，当他这个样子，宝兄你两牙苦什么来了？我是那些婢女才的，是不知道的。看，你可受了委屈呢？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老太太就过来啊！我走了，回头再来看你。
姑娘也生了。Thank you.
妹妹，喜欢吗？半夜三更不得睡觉，谁呀？多睡着了，有事明天再来吧。二姨吩咐的，你该不许放人进来。没有什么好的，就你吃。
好太太休要客气，这是已经叫公丫头忙为了。哎呀，姑妈休说了，老祖宗啊，真是一人肉算，要是不一人肉算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你听听他这张臭嘴。我来了这几年，留心地看起来呀，神兵二嫂子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哎呀呀，我的啦，我是尽老了，还求什么呢？那想当年，我像红丫头一般年纪，那倒是还比他强呢。是啊，李太太，不是我当年奉承，现正反正，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儿算起，又是好又是丑啊，那都不是宝丫的哟、啊。老太太这骗了，是这样的、这倒是真的啊。我时常在背后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意。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呀、老太太快请吧。李太太请啊。老太太请，这老太太最好。Thank you.
什么字？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只要我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了开心吧。你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精神，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哦，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才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就死好了。嘿，谁要你多嘴玩事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出是谁，我定要教训教他们了。只要教训教训才好。对，在这两屋倒是小事，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什么白姑娘来了，严把他们在这里事情扩大了。哎呀，你玩什么这些话？哎，你到底玩的欺负你，你玩的推我呢？这有什么要紧呢？哎呀，我记得一溜儿呢。你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连你的事法天天不长，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良心，而且连你待在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让你宽慰一些，病就会好你。好妹妹，慢走，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大半的事出来，我就是思量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谁，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我在你梦里也放不了你。妹妹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咳嗽倒好一些了。阿弥陀佛。奇怪，你这个不小心生到的人怎么也念起不来了？你呀，子娟，外面风这么大，你还坐在风口里，看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平了，要是你再平了，那可怎么得了啊？二爷，上次我们这棵树啊，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
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会说你的，你总不留人，枉我小时候一不因为这事我死给你。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保护你是谁，你困他进来远在你还恐远不及你。去了，不，我不忍生气。死的死了，嫁的嫁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前些天都不理我了。林家名称在几乎
娘，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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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子娟，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叫林妈妈为民去做一位啊！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李家的人，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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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娟，子娟，子娟，当着去，当着去，子娟，子娘，子娘，子娘，不是林家的人，是啊，是家的人，你是谁？不准提到林氏，听见了吗？是啊，又不准提到林氏，不许两姓林的进来，听见了没有？是。叫声瑶子，瑶子，宝娘，娘子，终于可以放心了吧？是啊，宝娘。哎，子娟，林妹妹她从今夜一去不啊啊啊保佑成了亲的好，说不定冲一冲事病也就好了。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我们娘儿两心还结结，算有这与真儿商量。老太太，老医生挑选媳妇，请老太太做主人时，可是老爷有事，娶媳妇要自得姐妹，才能够相夫成妻双门楣。是的，是啊，哎。我曾经留心过的女娃，可惜的女这女举止行动都会变，不是包茶新婚人稳重端庄给年。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林姑娘虽是羽毛悠悠在，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恩亲。宝丫头，这用几杯？
倒是还人心一点。宝玉是娶了她，说不定病也好了，人也就真到了。老太太说的是，既然你们都是宝丫的好，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要是得牛在此，也想包查一把，这分钟之此事终身就好了。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女儿生于宝玉有心而死心，倒把生出什么事来呢？月牙，你做什么？老太太，与我讲吧。是。老太太，虽是今月两月天分手，只顾他不得的话。这样的人家，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叫花生知道，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这牛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宝牛，实像上一位那样的老气了。哎呀，这倒叫人难料。难道是不难？我倒有个旨意。方才听见的话不准准出去。太香。是。买，要是走漏了风声，当心死了你们的嘴。是。你莫看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调包，
小姐，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林姑娘，你别别责怪你，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错一句话，他们也不敢打我。你说错什么话了？什么话？话不是为宝儿去宝姑娘的事情。你说什么？那谁是为宝儿去宝姑娘的事情？Thank you.
天大的事儿放开手，包养你牛精神花模样，当开你美上素裹thank you.
过去王姑娘身在锦衣之中，希望都是临危受着的，上头吩咐王国教我们知道。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呢？宝玉，我看他明早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林姑娘怎样啦？方才人让那个老太太商量过，那边要用你使唤呢，要我使唤？周妈妈，你心轻吧。等神死了，我们是早日出来替儿使唤的。只是林姑娘，我也可惜。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我可怎么去为病上头呢？郑妈妈，你只管去为病上头好了。谢爷，给我去吧。怎么一个都不去？上头是鸟不过人的。
有情人，我的身子是滚行的，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回去。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亲上神机，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
呀？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宝兄弟，宝兄弟，宝兄弟，祖先郎中给东文人修他的新娘妻，多人欢喜烧纸扎被冤在本莫团聚许多老祖宗都是为你好。Yeah!
听到林妹妹的哭声。宝女啊，你寻一寻亲娘孙子。好要死，宝牛啊，你讲你讲。我妹妹多女兵，两股平原也要兵，当今的八面风飞一天哦，也好娘同病下年心灵心，我在别人身相见啊，死了也哭当空悲。宝牛啊，老祖我天下凡人扶苏秦，此节与妹妹共死生。宝玉，今日是大喜，你就明白这个样子。你好叫我心痛啊，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找林妹妹去。宝玉，林妹妹她已经死了。花季需要
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添我为你是谁里梦里常想
人。